做这份工作是一个污染产业，这个是事实，但是如果他不做的话就没有这个收入。六星落脚云林多年，带来的究竟是经济发展还是空气污染？导演施和峰为家乡云林拍摄了这部纪录片《风从哪里来》，巧妙地碰触了近来敏感的深澳电厂议题。风从哪里来好像是谈空污的问题嘛？欢迎。那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在针对深澳我们的想法，你非常了解。向中看，正，向前看，小心。还有这部纪录警犬从训练到执勤的完整过程，也是今年新北纪录片奖12部优选入围影片之一。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发33万辅导金，不只是表扬做做表面功夫，更要扶植台湾纪录片越拍越有影响力。几年来，我们已经培育了60位以上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导演啊。让更多的优秀的导演愿意投入纪录片是我们的初衷。新北纪录片奖拍摄题材多元，关注环境，也为性别议题发声。去年更受邀走出台湾，在香港举办新北纪录片之夜，获得广大回响。而这12部作品将进行为期半年的拍摄跟剪辑，预计10月份公布前3名得奖者。记者华少平、张文瑜，新北市报道。